算的是对的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咱们的高考成绩下来了。我们过了吗？反正我是过了。那我呢？怎么了？考全县第一还不高兴啊？你难道要考全省第一？那你让我们这些念了高中的人怎么办啊？姐，我真考了全县第一啊。我亲眼看过成绩单了，你真是考了全县第一。小辉，想笑就笑，想喊就喊吧，这大山里也没别人。姐，你看，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，在政治审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现，为建设四个现代化选拔人才，这是关系到我国千秋万代的大事。这是人民日报上的消息。你当初念给我听，我就记下来了。小辉，咱们考上了，咱们考上大学了，走。好的，好吃好吃。我饿了。平平，你再不来，你弟弟就把菜就都吃光了。哎呦，还拿手抓饭？你都快成大学生了，去到学校里小心同学笑话你。好疼。爸，哦。什么呀？哎，把酒给爸拿来。哎，哎呀，哎，爸。啊，姐，你要我洗手，为什么你不洗手啊？你也洗啊？洗洗洗，都洗。你呀，来，吃饭吃饭。小辉，哎，今天陪爸喝点儿。啊，快去给你爸拿个杯子。哦，好吧。来吧，把杯端起来吧。哎，考得不错，平平考得也不错。哎呦，爸，
吃口饭。小辉就喝这些了啊，不能让他再喝了。我今天出门啊，到处都有人跟我说咱们家福气啊，有福气，一下出了两个大学生。他们还不知道小辉是考了全县状元呢，要知道了不知道该怎么羡慕咱们家。你没告诉别人吧？镇上的人都没说，我就告诉了山背大队的妇女主任，人家平时对小辉挺不错的，听到这消息后别提多高兴呢。那就好。小辉在家吗？哎，杨主任。杨主任，一家人吃饭呢。啊，你看我来的真是不巧，倒像是上门啊，专门蹭饭的。没有没有，一起吃吧。平平，给杨主任装饭去。哎，我去装饭，小辉你去隔壁借把椅子。好。平平，你们都别忙了，我一会儿还要去镇上开会呢。我就是过来给你们送小辉的政审材料的，下午赶紧交上去啊。谢谢杨主任。小辉啊，这上了大学要记得回山背大队看看我们。我会的。行了，那你们吃，我得赶紧走了啊。这就走啊？那杨主任慢走，慢点啊。好，再见再见。这杨主任还真是挺热心肠的。爸，行，我下午就到镇革委会给人家送去。爸，不用了，下午我去交吧。还是我去吧。爸，下午我和姐一起去送材料，你放心吧。宋启山的孩子，你们家这种成分还想上大学？社会主义的大学不是给你们家这种人办的。可我们两个都过了分数线，我弟弟他考了全县第一。谁知道你这第一是不是作弊抄来的？没有。行了，我没工夫跟你们这儿解释，走吧。可是记住一条，社会主义的大学你们上不了。你爸爸什么人啊？走吧。小辉，你先回去。那你呢？我再想想办法。我陪你。不用，我一个人行。把你的政审材料给我，先回去吧。姐，没事儿，去吧。你怎么还不出去吃饭呢？哟，李主任，你让我写的这个交代材料，我写好了，来，你看一下。你当造反派这些年干了那么多事儿，这一页纸能交代清楚吗？啊，对，这个呢，只是一个大概，还有很多细节，我这几天都把它交代出来。那回去写去吧。好。李主任，我和我弟弟都考上大学了，我是来送镇审材料的。考上大学了？你谁呀？我是咱们镇上的，叫宋运平，我弟弟宋运辉考了全县第一。我听说咱们镇上出了个县里的状元，就是你弟弟啊。嗯。有什么事儿吗？还得麻烦您把这个材料帮我们送到县里。行，
搁这吧。谢谢李主任。小辉，姐，你怎么还没回家？我不放心你一个人。怎么样了？你猜。奖赏了。嗯，革委会的李主任什么话都没说，就把咱们材料收了。刚刚不收材料的那个人，应该就是广播里说的已经靠边站的三种人，他自己都在写检查呢。姐，你真能干。走，回家。走，走。你跑什么？我跑。咱社会主义国家，我可是贫下中农的好出身，我跑，我能跑什么呀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们不怕你。看把你们猖狂的！李主任说的，你自己都要好好交代问题。到现在还想欺负人，跟人帮已经被打倒了。是啊，大家不能打，大家不能打，不能欺负人。告诉你啊，不能欺负人。现在的还敢欺负人？走，啊，走。苏继山，你看你教的好崽子。我先去帮妈做饭。爸，我们今天没有做错事，真的，是那个人，那个人想要害我们。哪个人呀？那个人是干什么的？就是那个不收我们政审材料的坏人。你连人家叫什么姓什么都不知道，就一口咬定他是坏人？那人姓雷，是镇上的干部。前几年呢，他一手把着镇里的大事小事，斗人斗得最狠了。俗话说，小人难惹，他这好人，咱们家怎么惹得起啊？爸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你还怕这种人干什么？还顶嘴！小辉，怎么跟爸说话呢？他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小辉他胆小，你要不带头，他能闯这么大的祸吗？小辉，你是不是今天得回山北大队呀？我给你准备了一口袋地瓜，你待会儿带回去啊。哦。你先去吃饭。哦。萍萍，你也先吃饭，啊。他爸，吃饭吧，啊。
回到大队以后好好干活。人家大队的人对你都挺好的，咱们要知道回报。我知道姐。我今天也不想跟爸顶嘴的。我知道。以后心里要是有什么不痛快，你就跟姐说。姐，我们一定得上大学，然后带着爸妈走出这个镇子。将来，咱们要去上海。嗯，去上海，你一定行的。嗯。好了，姐，就到这儿吧。路上慢点啊。嗯，回去吧。老胡孙，听说你今天在镇上吃鳖了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吃鳖了？还嘴硬呢？我们都听说了。就是啊，我们都听说了。雷干部，你认得我？认得。我以前听说过雷干部，我也认得你，宋继山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不方便说是吧？那走吧，换个地方。好。有什么事儿你说吧，我还没吃饭呢。雷干部，今天我们家那两个孩子不懂事，说话没轻重，得罪了您，请您千万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这小孩不懂，当大人的也不懂。只有两副草药，给雷干部补补身子。什么药啊？我看您眼袋发青，顶发稀少。我虽然没有把过您的脉，但是我看出您好像是脾肾两虚。这是地黄，还有山茱萸、茯苓。您自己呢，再配点山药，每日煎着喝，挺好的。那谢谢你了啊。雷干部，今天这事儿，我请您高抬贵手，不要跟两个孩子一般见识。再就是，您不要到镇上告他们，求你了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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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。我还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？啊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我还没吃饭呢。小辉，哎，杨主任。忙着呢，今天这么早来了。小辉，我听说了件事情，赶紧过来跟你说一声。我听说呀，你和你姐考上大学的事情，有人去镇上告状了。谁告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先别管谁告的状，你赶紧去镇上问问，你和你姐的政审材料到底送上去没有。好，我问完朱就去。哎呦，先别问了，我让我们家老大帮你问，赶紧去吧。啊，
快去。谢谢主任。小辉啊，这件事情你要有个思想准备。及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，在政治审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现，为建设四个现代化选拔人才，这是关系到我国千秋万代的大事儿。是吗？请问是李主任吗？啊，我就是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一下，我们的政审材料有没有送到县里去？哦，你是哪个？我叫宋运辉，我姐叫宋运平。今年我们的高考成绩都过线了，前两天来送了政审材料的。你就是宋运辉？嗯。今年多大了？今年年底满19岁，在山贝大队插队吧。嗯，我初中毕业没有念高中，就直接去插队去了。你说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间也不短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啊？李主任，我做错什么了？让什么人上大学？允许哪些人上大学？这上面有政策，领导有安排，组织能负责。这是你能过分的事情吗？还政审材料送没送到县里，这话轮得着你来问我吗？可是我们的高考成绩都过线了，而且我还考了县里的第一。县里第一怎么了？凭着好成绩就来要挟领导？莫名其妙。1977年10月21日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，嘀咕什么呢？在革委会咒骂党的领导干部，你胆子不小啊。1977年10月21日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，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，在政治审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现，为建设四个现代化选拔人才，这是关系到我国千秋万代的大事。我没有骂你。我刚才都说了，这些事儿不该你管，你就是背报纸背文件也没有用，背100遍也没有用，知道吗？现在是午休时间，我这要去吃饭。关于1978年高考，中央文件指出，招生主要看两条：一是重在本人表现，二是择优录取。不管出身什么家庭，只要爱党爱国家，本人遵纪守法就行。1977年10月21日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，在政治审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现，为建设四个现代化选拔人才，这是关系到国情求带的大事。回去。干什么呢？你说背100遍不行，那我就背101遍。宋永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小小年纪怎么就学会撒泼耍赖了呢？我想上大学。我知道你想上大学，不是告诉你了吗？谁想上大学
那组织上的事儿，上面有安排，我说的不算。关于1978年高考，中央文件指出，招生主要开两条：一是重在本人表现，二是择优录取。好，你想背你就背，文件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别说100遍，1000遍也没有用。那我就背1001遍。你是共产党员，你必须听党的话。关于1978年高考，中央文件指出，招生主要看两条：一是重在本人表现，二是择优录取。不管出身什么家庭，只要爱党、爱国家，本人遵纪守法就行。1977年10月2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也发表了文章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。在政治审查中，要重在本人表现，为建设4个现代化选拔人才，这是关系到我国千秋万代的大事。宋继山，宋继山，你赶紧去管管你家儿子。怎么了？小辉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他在镇革委会跟人家李主任是打了一上午的擂台，气得李主任是又摔盘子又摔碗的。赶紧去看看啊！他现在还不肯回来。哎，爸，快去看看去！快去，平平，快去！没事没事，快坐下，没事的啊。关于1978年高考，中央文件指出，招生主要看两方面：一是重在本人表现，二是择优录取。不管出身什么家庭，只要爱党爱国家，本人遵纪守法就行。1977年10月2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也发表了文章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。哎，你们在这都散了吧！中央重在本人表现。这革委会不是看热闹的地方，散了吧！李主任，人家孩子可是全县第一，将来做了官，没准比你还大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人民日报也发表了，这是关系到李主任。你看这孩子一直在太阳底下晒着，我怕。怕什么怕？我是国家干部，说的话做的事儿都符合组织原则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宋永辉，你怎么不背了？别停，接着背啊！你试试，1001遍背过之后，能不能说服我？接着背。看1978年高考，中央文件指出，招生主要看两条：一是重在本人表现，二是择优录取。不管家庭出身如何，只要爱党爱国家，本人遵纪守法就行。1977年10月2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也发表了文章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，在政治审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现，为建设4个现代化选拔优秀人才，这是关系到我国千秋万代的大事。哎，绕一下，绕一下。1977年10月2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，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，在政治审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现。姐，小辉，咱回家吧。我没背完1001遍，这样没有用的，小辉。我要背。好，你背，姐在这陪着你。背到第几遍了？183遍。你背，姐给你计数。关于1978年高考，中央文件指出，招生主要看两条：一是重在本人表现，二是择优录取。不管出身什么家庭，只要爱党、爱国，本人遵纪守法就行。1977年10月2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，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，在政治审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现，为建设4个现代化选拔人才，这是关系到我国千秋万代的大事。关于1978年高考，中央文件指出，不让了。招生主要红卫镇，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地方了？这俩出身不好的小兔崽子，都敢闹到革委会来了，想干什么呀？哎，大家伙都看见了啊，他俩都把李主任
堵得出不了门了，这是在要挟咱李主任啊！你血口喷人，是你，就是你在背后告状，是我。可那不是背后告状，那些话我当着什么人都敢说。你们俩要是上了大学，不光是我，我们红卫镇的革命群众都义愤填膺着呢。你们要是上大学，我们这些出身好的人怎么办？老胡孙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我是得罪你了，可我爸都去你们家给你道歉了，还送了你两副药。老胡孙，你这收了人家的礼，还在背后害人呢。他们是想拉拢腐蚀革命干部。宋继山给我送药，能安什么好心？你全吐出来啊！我吐就吐，还说我肾虚。我看他是借着上门送礼骂人来了吧？都住口！吵吵闹闹不嫌丢人呢？你们三个到主任室等我，快去。走啊！都散了散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不走是吧？好，下次出工修水库修公路，我给你们多派点活，反正你们有劲没处使。都散了。是收了他们的礼了，不是李主任，我并不是稀罕他那点药材，我现在就给他退回去，我就想看看宋继山包藏了什么祸心，他有什么反革命阴谋。老实说，他要是不给我送这个礼，我还真不确定他们家的这些个阴谋呢。我们没有阴谋，我们只是想上大学。今天这个事儿还不叫阴谋？这是有计划、有步骤的围攻革命政府。行了行了，你就别上纲上线了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回头你把今天的所作所为都如实的写下来，不许有半点隐瞒，然后交给我。没你事儿，你先回去。好，那我走了。看来这社会主义的天儿要变了，有人替狗仔这么撑腰了。你们的政审材料我还没有送到县里，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，是经过组织同意的。关于1978年高考，行了，还没背够啊，弄得我都会背了。中央文件指出，招生主要看两条，第一重在本人表现，第二。哎呀，你这个弟弟啊，就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犟种。李主任，您先别生气，我弟弟他内向，不会说话，他胆子小。他还胆子小啊？你胆子小啊？行了，今天你们姐弟俩算是说服我了，我个人同意把材料给县里送去。谢谢您，李主任。先不忙谢谢。这事没那么简单，我要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报给上级，还有老雷和那些群众对你们上大学是有意见的，这个我也要如实的向县里汇报。那县里怎么决定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那我和你一起去县里，我给他们背中央文件，还有人民日报的社论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啊，你真这么干，就是给你自己、给你们家庭惹了大祸了，明白吗？行了，天儿不早了，回去吧。
回去以后好好劝你弟弟，听到吗？听见了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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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我还是想跟他去趟县里，不然我不放心。回去，明天一早我来问。那我也过来。你不能来。你说话做事容易冲动，你回去好好做你的事儿。明天早上一有结果，我就去告诉你。小辉，你先别回家了。直接回山北大队吧，爸妈正生气呢。那你呢，姐？你放心，我好好跟他们说。那如果明天有结果了？明早一有结果，我就来告诉你。小心点，别烫着。好。来。他爸，吃饭了啊。妈，我就先不吃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人家还没上班呢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我先去革委会等着。李主任，你这一大早急急忙忙去哪儿啊？我说去革委会门口等着你。昨天的事儿我有点不放心。我知道，你一定不放心。屋里说吧。啊，李主任来了。快请进，快请进，一块儿吃饭吧。啊，饭就不吃了，我找宋玉萍说点事儿。快进，快进。李主任，喝水啊。李主任，县里怎么说的？我们能上大学吗？县里开会商议同意了，决定给你们家一个上大学的名额。一个名额？只要你们姐弟俩有一个主动放弃，那么另一个就可以上大学。我们俩都过了分数线。分数是分数，政策归政策，这一点你们是可以理解的吧？我去找县里。宋月平，我知道你心里憋屈，
可就为了争取这一个名额，我在县里也是没少费口舌。就你们家这个成分，那群众对你们上大学是有意见的，为此那县里的领导也是担了责任的。如果你要像你弟弟那样冲动，闹到最后恐怕你们俩谁也上不了大学。这件事你可得想清楚了啊。好，李主任，我愿意放弃。你想清楚了，决定了可就不能反悔了。不反悔。以前上高中的时候，学校里说，反革命家庭不能有两个高中生，小辉就只能下乡去支农。现在小辉能上大学，我愿意放弃。啊，还有一件事，你要给我写一个放弃政审的申请，我们用于存档，现在就写。好。费心了。先别把这事儿告诉小辉，行吗？李主任走了。啊。孩子的事儿您费心了啊。爸，妈。小辉可以上大学了。咱这样的家庭，其实当个农民挺好的。平平，
姐。县里已经同意把甄审材料送上去了，我们可以上大学了。嗯，真的，真的。小辉，哎，杨主任，哎呀，你这一大背篓猪草啊，得有三四十斤，哎，七只猪，每天得吃两背篓呢。怎么样啊，小辉？你们什么时候走？你们那大学叫什么名字？说出来，让我也替你们高兴高兴。对了，杨主任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我和我姐的录取通知书还没到，我想一会儿喂完猪草之后啊，我给你请个假回去看看，行吗？不对呀，这镇上的大学生都走了一大半了，你们姐弟俩怎么还没有消息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小辉，行了，你别干了，你赶紧回去问问吧。啊，这有我呢。嗯，没事，不着急，有可能是路上耽搁了，也说不准的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。小辉，你还是赶紧去邮电所问问吧，毕竟你们家情况特殊。我就怕，万一有人使坏，扣了信什么的。快去吧。啊。哦，那我去了。嗯。小辉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同志，请问有没有我们家的信啊？没有。麻烦你再仔细找找，是不是掉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啊，不会的，你姐一天来两趟，要是有早给你们了。小辉，咱先回家吧。我越想越觉得不对，哎，我考的是理科，我姐考的是文科，按理说我俩不可能录在同一所学校啊。就算其中一所学校录取时间迟了，那也不可能出现两所学校同时延误的情况吧？指不定是路上耽搁了。姐，这不合理啊！会不会是有人把咱的信给扣了？不会的，最近县里的邮电局信件量比较大。这耽搁了也正常。不行，吃完饭我得去趟县里，我就不信这种事偏偏落在咱家头上。要是一个人也就算了，
毕竟可是两个人的信。小慧，你姐本来就不会有通知书的。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妈，这话的意思是说，我不是刚过了分数线吗？那说不定镇神有个什么问题。哎呀，你也别想太多了，来，多吃菜，少说话，多吃点。你们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。我们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？你这三天两头的往家里跑，想瞒也瞒不住啊。不对。什么不对？姐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看着我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不都说了吗？没事儿。小辉，你姐的政审材料没报上去，所以她根本不可能拿到通知书。爸，为什么没报啊？李主任不是说的好好的，怎么就变卦了？姐，你说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先坐下来。你不说是吧？我现在就去找他们问个明白。小辉，我是自愿放弃的。县里只给了咱们家一个名额，是我自愿放弃的。你放弃了？不是有新的政策了吗？人民日报上的政策我给李主任背了200多遍。这事不能就这么结束，我现在必须找他们问个清楚。小辉，不，你要去你现在就去，你这样做不但都上不了大学，你后悔也没人救你。你跑去闹，你只有毁了自己，害了自己，知道吗？是你害了我姐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是你害了我们。小辉，你懂什么呀？我怎么不懂？要不是因为咱家这个成分，人家也不会只卡住名额只给一个，我姐也不可能放弃考学。通知书到现在还没到，说什么路上耽搁了，说什么邮局处理的慢，那都是自欺欺人。肯定是别人看我们家成分不好给扣了，现在连我也上不了大学，都是你害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快过来给你爸道歉。我为什么要道歉？就是因为他我上不了高中，现在也是因为他我连大学也上不了。我们家这么惨也是因为你，你去给人老猢狲送礼，人家还说你是腐化干部，人才有借口去告我们。你住嘴，不是在说了。小辉，我就要说，我偏要说，就算考了全县第一，就算我姐我放弃了名额，我还是上不了大学。害了我和我姐，害了我们全家的人是你。都是我。县医院，赶快！你爸晕倒了。等下，小辉，骑我的自行车去，能快点啊！快！
爸才刚醒没多久，非得现在出院吗？你爸自己非要回家，他说他心里有数，回家自己配几副中药就好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哎，再上点。来，哎，好嘞，慢点啊。走吧，小辉，慢点啊。慢点吧，你去把车上的东西拿回来。录取通知书到了，
累死我了。把你的被褥整整洗了三遍，才勉强赶走那上面的猪骚气。我一会儿就回去帮你。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？嗯，说说吧。嗯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人真的不能行差踏错半步。就像爸，解放前被国民党抓去那两个月，毁了他的半辈子。而我呢，昏头胡说的几句话，害怕差点没了命。还好爸抢救过来了，不然我真是该死。爸不怪你，我不也说了吗？咱们以后谁都不提起这件事儿。嘴上不提，心里可怎么忘得掉？姐，我有想过不去大学报道，可这话到了嘴边，就觉得说出来，自己更像是个混蛋。那是爸用他的一条命，是你用自己的前途给我换来的机会，我怎么能不去？小辉，其实你去上大学，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前途，也是为了爸妈，为了我，为了我们这个家。姐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挺懂事的。从小到大，家里外面的人都说我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说我书念得好，不叫父母担心。可是这几天我才明白，我其实很不懂事。别因为做错一件事儿，就把自己说的什么都不是。你是挺懂事的，真的，你一直都挺懂事的。姐，说实话，以前看着爸妈那么胆小怕事，我心里其实经常埋怨他们。我眼见着你处处委屈自己，照顾我，周全爸妈，其实说实话，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。直到爸住院的这几天，我才明白，我能顺顺当当的自学，能有考大学的机会，是爸妈和你一直在替我遮风挡雨。你能明白这些，说明你真的长大了。以前你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我跟爸妈护着你，是我们该做的。虽然家里从来没想过要你回报什么，可你现在也知道了，爸妈为你付出了多少。现在爸妈老了，以后需要我们去保护他们，照顾他们。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，你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哦。我知道了，姐。以后这些道歉忏悔的话，我不会再说了。我会好好的读完这个大学，好好的为了这个家挣一个前途。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这句话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角度出发，无可辩驳，无需争论嘛。那既然是辩证唯物主义，那一切假定都有其哲学的另外一面。通过这句话，那足可见你的哲学功底太差，逻辑混乱。这辩论要是成为了人身攻击，那就失去了任何的意义。针对谬误的指证，你却当成了人身攻击，那足可见你的心胸狭窄吗？我不反对这个实践检验真理，但是唯一标准这个法则有待商榷。高层就已经对两个凡事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讨论，虽然最终没有给出什么结论，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句话已经出现在了内参上了。行了，别以为自己搞到点什么小道消息就可以挥毫人生指点方遒了，幼稚吗？你说谁幼稚啊？你再说一遍你试试。我说你幼稚啊？怎么了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这一句话它就是出现在内参上了吗？哎呀，是是是，但是你现在这个态度它非常的幼稚，你真的很幼稚。叔叔，别吵架了。参加政治学习的同学们，请注意。你是？我是宋运辉，是化学系的新生。啊，等会儿。参加的同学们，你刚才叫他什么？准时参加。叔叔啊。对，叔叔，叔叔不吵架。对，就这么叫啊，以后。你们难道不是学生家长吗？我们也是化学系的新生，不过论年龄，那你是在管我叫叔叔？来，这是你的床啊，以后把东西就放在这儿。哎，慢点儿。好嘞，好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就管他叫大叔。他最忙，你呀、也就只能当老二。那怎么？哎，对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你三叔。哎，小鱼，白捡这么大便宜，三叔嘿。这本小说写的真是太好了，直击心底，发人深省。我建议你们也应该看看。姐，大学生活比我们曾经向往的还要好，这里有知识渊博的老师，见多识广的同学，还能自由地读书看报。我每天接触到大量的新知识，深深感受到自己的不足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努力，不仅为了自己，也为了你和爸妈。你要相信，你的弟弟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哎，宋儿。你的理想是什么呀？宋，理想是什么？你大叔问你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下午学完函数的近代点分类。哎呦，我说你这真实在呀！我问你长远的理想。这个星期学完函数的连续性。小宋啊，你真是实在的可爱了。人家年轻人不愿意听老家伙谈人生谈理想，一招太极推手把你打发了，还说人家傻。你谁老家伙呢你？好好打你的饭，年龄也不小了，说谁呢？同学们，得了吧，行。同学们，哎，今天下午啊是政治学习，大家都不许请假啊，到时候我可要点名啊。不就是围在一块读《人民日报》吗？有什么不能请假的？是不是？哎，老丁啊，哎，你们班推荐一个人过来读报啊？啊，这还能推荐谁呀？摊上了，这苦差事还是我的事儿啊。啊，大叔，我读行吗？啊？太行了，可以啊。金锐地批评了两个凡事，提出。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。二，加速发展生产力，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，使人民的文化生活、精神面貌好一些。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，那就没有优越性，这是最大的证据。三，我国体制存在很大的弊端，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。
你的宝贝，说好了，明天还要继续读呢。谢谢啊。我有个问题，不知道方便不方便问你啊，小宋。你有什么问题问我？小宋，三叔呢，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收集《人民日报》。我以为你要问个什么问题，就这么一不咸不淡的事儿啊！你懂什么？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仔细观察了我们班的每一位同学，自信可以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战胜你们每一位。哟，只有一个人我吃不准，这个人就是小宋，他没有娱乐，没有爱好，每天除了读书就是读书吧。所以我要了解他，万一未来的某一天他成为我的竞争对手呢？嘿，哈。咱们同学之间不应该相互帮助、互相关爱吗？你怎么净想着这个竞争啊？这叫未雨绸缪。我这个人做事喜欢明着来。哎呦，还明着来？对对对，好明哦。哎，小宋，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我不是喜欢收集《人民日报》，而是尊重、珍惜接触《人民日报》的机会。我出身不好，在进入大学以前没有机会碰过《人民日报》。都是在校长办公室报价最上面一层见过这种报纸，而且他还改变过我的命运。哎，小宋，过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来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过来。小宋，来，坐。同志们，同志们，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你们报道，刚在北京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小道消息。报纸上说了。十一届三中全会，那是一个胜利的大会，是一个团结的大会，是一个继往开来、一往无前的大会。说但是，但是，十一届三中全会，也是一个斗争极其激烈的大会。斗争的焦点，主要就是集中在了中国的未来，到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。从1976年到现在，短短的两年时间，中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分田到户，个体户的出现，集体化是否阻止了农业生产的发展？我们还要不要坚持阶级斗争？我们还要不要改革开放？我们要不要敞开国门跟世界接轨？等等等等，有的人一针见血地指出。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这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。但是，同志们，让我们高兴的是，要求改革开放的力量占据了上风。具体谁是改革派，谁是保守派，这些我都不能说。但是，我们可以想象啊，哎，中国的未来会发生变化，那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小道消息很令人兴奋，如果改革开放的声音真能够胜出，那高考政策一定会更加积极。姐，你要早早开始准备，今年再考一次。我期待着我们能在大学校园里团聚。同志，谢谢。你好，我要几本复习资料。你要哪种？语文、数学、地理。小辉，你说的消息真的是太好了，我会好好准备考试。不过今年的备考题目比去年难了不少，我现在一边复习一边在找工作，做两手准备。家里都挺好的，你放心。等我找到工作，还能赚钱贴补你和家里。你过年不回来，自己要注意身体，不要从嘴巴里省钱。就像你说的，机会来之不易，我们都要好好珍惜。姐，家里的事情我现在帮不上什么，心里很过意不去。但是我不赞成你现在就去找工作，虽然今年高考试题会难一些，我相信只要你多花些精力一定能考上。我会给你多找些参考书，答应我不要轻易放弃。等你进入大学就会知道
所有的辛苦都很值得。嗯，